大家好，今天要 Costco 牛小排示范如何煎出多汁的牛排。首先撒上适量的胡椒跟盐，然后开大火热锅约一分钟，再倒入橄榄油，侧边也煎一下，避免等一下肉汁流失哦。接着将牛排放入烤箱，以160度烤12分钟。从烤箱拿出后要静置5分钟。可以切牛排摆盘喽。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为大家示范的这道5分熟牛小排。